好 ，OK， 我们在轨道上听到这么多丰富的乐器，那我想你应该会有个冲动，就是赶快要拿起麦克风来唱，对不对？因为你已经完成了一个很棒的卡拉 OK 了。好，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接下来另外一个制程，另外一个步骤就很重要，就是录音。你可以看到我手上拿这个麦克风，其实录音是需要透过麦克风的，而麦克风的这个收音过去在唱片公司或者是唱片制作上面要花费非常大笔的金额，比如说除了麦克风之外啊，它要很好的麦克风当然就很昂贵啦，当然最重要的是它还要有一个很大的盘带的机器，把声音录在盘带上面，而这个盘带机至少一台过去要600多万，哇，你想说600多万已经可以买一栋房子，对不对？但是它只是一个录音机而已，那还不能真正完成录音的工作，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的周边的配备，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我们桌子上的这个叫做 preamp 啊，就是麦克风前级啊，然后最后慢慢才能够录到我们的这个录音盘带上面去。但是这么一些昂贵的过程，其实我们自己的家里都买不起啊。所以当我们现在看到在后面这套软体呢，在这个数位化之后，哇，这个数位的电脑几乎已经取代了600万的录音机，甚至取代了一个2000多万的混音器，所以这大概几千万的设备已经完全进入到一台电脑的时候，你会不会有种冲动？哎，我干脆自己来做唱片，对不对？其实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哦，周杰伦在他前几张专辑也是这么做的，在他家里就把唱片完成了。所以其实数位化之后呢，这个录音我们是真的可以在家里面就完成，只不过你真正要学的还是麦克风，因为麦克风它是没有办法被电脑取代的。那麦克风是我们把声音收下来录到电脑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么麦克风到底要学什么样的技术呢？它最重要要学的是 S N B， S 跟 N 的比值是什么呢？ Signal and Noise 的比值啊。你一旦了解了 Signal and Noise 的比值之后，你就可以把麦克风的操作啊做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使用。那么即使你到了家里，你用的是一支很烂的麦克风，你的录音卡也不是很好，但是透过这样的软体，你有好的观念，你就可以把声音录下来了。所以在我的中心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后面有这样的录音室，我们常常也让很多同学在录音室里面直接亲自戴上耳机，自己就好像是歌星一样在里面唱歌。那自己那同学彼此也调了麦克风，因为麦克风的学习还是需要一些实习，不过我要强调的是比较重要的还是录音的观念。你一旦有了好的录音的观念之后，那么到了真正在家里在使用，在自己在做一些 home studio 录音的时候，其实也不会太难的。好，我们在录音的部分呢，就讲到这里。